买买买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总是有种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我的感觉。不仅如此，女人的衣橱里还总是缺那么两件衣服。囤积了一大堆东西衣服后，发现并没有时暖用，家里塞的到处都是。然而就是舍不得扔，舍不得扔啊。可能你只是缺个人帮你断舍离，臣妾不舍得扔啊。日本34岁的女职员高清里沙子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，遇到喜欢的就把它买下来，钱并不是真的花掉了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在身边。单身一人住在30年的老公寓里已经第五个年头了，因为寂寞空虚冷，经常邀请闺蜜来家里玩百合尾，直到有一天闺蜜拉开了她家的衣橱后，这就是你单身30多年的理由。杂乱无章，堆放的乱七八糟，毫无美感的壁橱，为了拯救这一人模糊化的衣橱，更重要的是为了高清里沙子的幸福，他们请来了号称收纳美魔女的吉川勇里子老师。吉川勇里子老师他在收纳界那是相当的活跃，不仅出版过不少收纳相关的书籍，凭借住丰富的经验，已经为2000户以上的家庭做过整理收纳服务，收纳讲座也是接连不断。因他开朗的性格、尖锐的吐槽以及爱的鞭策，赢得了众多粉丝和人气。我们首先来看下这间壁橱到底有哪些问题点吧。问题点一，臃肿到异味来的抽屉收纳柜。异味的衣橱，连不是处女座的我看了都快抓狂了。问题点二，抱住先塞到袋子里面吧的堕落想法。没错，多么堕落的生活，大概什么时候就会用到吧。先塞到塑料袋里再说也不迟，抱住这样的想法一直生活住，最后竟然忘记了里面放的是啥。想起要找某样东西时，脑袋开始变得不好使，找不到的心情让人发狂到想把屋顶掀了。剧情的走向通常就是这样令人绝望。问题点三，挂衣服的横杆已经濒临死亡边缘，横杆无法承受之重，我能感受到这根横杆正忍受住重力的折磨。作为直男都硬生生的掰弯了心情，你们懂吗？问题点四，竟然有空间用来收纳空气。收纳空气，有些地方拥挤不堪，有些竟然堂而皇之空空如也，这个收纳盒是个摆设吧。问题点五，找起东西来毫无头绪，对于自己拥有多少物品没有把握，毫无概念，再加上自己不善于整理收纳，衣服堆积越来越多，被那些穿不上的衣服迷失了眼睛，导致实在没衣服穿。想要改变，第一步必须要对自己所持有的物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，到底是自己需要的还是不需要的，必须有一个断舍离的过程。 STEP 要点，把壁橱里的物品全部拿出来。当把这间壁橱里的物品全部堆在一起后，高清里沙的本人也惊讶不已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正在看这篇文章的宝道们，你能准确说出自己衣柜里的衣物数量吗？ STEP 二点，决定去留的时候到了。一件衣服平时穿不上，但是由于某些原因却一直堆积在衣柜里，这就是山下英子所说的垃圾。而这种垃圾确实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物品。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到底需不需要这些垃圾衣服？可以参考以下方法决定物品去留。现在正在用吗？以前用过，哪天有可能还会用到，保持住这样的想法，既无法割舍过去，也无法面对未来。重要的判定准则是，今保留现在正在使用的物品才是王道。这件完全没穿过吧，吊牌还留在上面。吉川老师问女主人为啥买了却没有穿，结果得到的回答是，光是买回家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这到底是什么购物逻辑？真的很庆幸女主人没有生在我们大天朝，不然逛逛我们马云爸爸的淘宝，他很可能月月吃土。物品是不是让你心动，能够从中获得幸福感，
高青小姐说，这件衣服曾经被男朋友说很可爱，每次穿上它就感觉很幸福。既然这样，就无需强迫自己舍弃。还是无法下决定时，可以限期处理。依然无法决定去留的话，不妨先暂时放在身边一段时间，之后再决定需要或者不需要。此时一定要设定半年或者一年的期限，届时再重新检视一次。右边这套古着连衣裙，虽然穿的机会不多，因为是人气款，每年也会穿几次，那么姑且留住吧。即便是旧衣服，如果是真爱品，就无需舍弃。高青小姐相当喜欢的这件棒球服，已经穿了15年了，实在相当真爱，那就归入需要的物品内吧。 STEP 3点把物品分成三部分，处理品、犹豫品、保留品。一、不要的物品断然舍弃。吉川老师整理出了121件需要舍弃的衣物，注意吧，扔掉也不是说真的丢到垃圾桶里，而是要把他们请出你现在的生活。二、暂时犹豫不决的，可以暂时放在保留区，写上时间限定，在此期间都没动过的，就乖乖扔了吧。三、即便现在不穿，但是有着情感价值的，可以储存在所谓的回忆箱内。衣物的话，要存放在透气性良好的衣袋内储存。做好了前面的整理工作，我们接下来终于开始收纳行动了，好期待。经过一番整理，减少了近半数的衣服，恭喜恭喜。我们先在壁橱的中间位置收纳经常会穿的衣物。为了更为灵活的收纳衣物，我们这次采用了两段式衣架。衣架里头收纳频率低的衣物，比如一些季节性的，挂在外面的则是现在经常穿的。这样做一个简单的区分，能够大大提高拿取效率，也充分利用了橱柜空间。此外，我们要统一衣架，形成整体感更为美观。裙子裤子也要选购专用的裤架悬挂。铝制衣架，铝制衣架，壁橱下端，我们选用统一款式的收纳和存放衣物。小家越住越大一书，固定选择家居大品牌的产品，他们的经典设计稳定，即使时隔若干年，也仍能再次购买到同款。贵有贵的道理，不仅质量好，也会令你更加爱惜它。放在抽屉式收纳盒的衣物，要采用直立式收纳。在《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》中，特别有强调过，只要好好折叠，几乎所有的衣服无论多柔软，或者形状多么不规整，都可以立起来。日，近藤麻里惠家是窍门，平摊叠放的衣服层层重压，容易产生折痕，但立住放则不然。对了，在每个收纳盒外可以贴上标签，可以明确里面放着什么，什么物品该放在这里。最后，壁橱的最上端，我们自然是存放一些不常用的物品了。选用透气性良好、视觉化设计的收纳袋就可以。把模糊化的壁橱重新进行整理后，到底有什么变化呢？看过 before after 的对比后，就一目了然了。before after 美观整洁，竟然还有多出了空间。收拾完壁橱，顺手把房间也整理下吧。before after 好的收纳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居住环境，从而改善我们的心境，让我们从生活的泥沼中解脱出来。不管你是住在出租屋，还是自己的房子里，整理、收纳、维持，现在一起动手收纳吧。点选了解更多立领设计师300名业主零元全屋设计报价。